他脚底下全是屎。我特别想问，你没看见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我觉得可能是狗屎吧。应该是动物。对，应该是动物粪便。嗯，确定不是万万又犯病了？不是狗屎，完了，到时候不是狗屎啊，那完了。哎，我穿着拖鞋一顿撵，我操！别恶心人，你是地毯。你妈，别恶心人了，我操！好有画面。我觉得我最近我还是不救万家了。目前第一个线，斜边站。好臭，我操！我们也闻到。四 D 魔兽那个 Valen 炸弹，然后你得走回来了，很难受。幸好当年没选哥，这骑手被点名真的恶心。我操！快跑啊，小姑娘！我不动了。我和群哥，上哪里没去？有点远啊，我们去打吧，打大怪吧。走黑线，走黑线。大圈无视黑线啊，大圈你就去黑线里面放也行。小麦尔大爷站不起来。OK， 对，这个群拿的特别好。这是第四个，这我怎么记得这是第三个？小心大花蛇。因为我记得是 P1 是三个，第二只是大怪吧？啊，这是第二个吗？对，这是第二个。地贼的 Kogan 去，紫菱，三角老陈。大饼、三光、紫菱、Valen、三角、Coken、月亮、马保国、小红雀、方块、Sushi， 然后驿站去跟星星走。这个位置不好，快让那个来了，水圈来了。小红快去，小红和月亮啊，抓到你了。随便，你定，你想带着走也行。可以可以，你拉远点，穿过小心一点，尽量小心一点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别死。嗯。一直死，我第一声喊替补过去，没关系。你们死了，我能看到。3, 2, 1，注意脚下。小心点。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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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再过去，30秒之后把地雷站附近，30秒之后，那出去，然后准备射线，准备射线，前方还有射线。
坏吗？不是压不进去，然后再打一次的。注意脚下。射线小心。射线射线，走开躲开洞长，躲开洞长，近战出去啊，近战出去。很好。注意大怪，然后还是有一只艾子的，打不进去的，别想太多。哎，把小怪处理了，把小碎怪处理了，小碎怪处理了，好晕啊，好晕。然后 boss 不要拉过来，大团过去打 ，boss 不要拉过来，大团过去打，大团过去打，快点快点，大团有个过来打大怪了。哎，这波应该有沉默符文。加个令。非常好，准备特殊技能，大团安全。星星 Link， 大饼 ，Snoopy， 紫菱，阿里桑诺斯，三角 Nomi， 月亮 ，Sugar， 方块 ，Liberal， 然后迈尔去星星帮忙，然后我去大饼 ，Snoopy 要不要？迈尔去，迈尔去，大饼没找着，迈尔去，迈尔去星星，我去星星，我去星星，来我来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双闪到了，刷不到 Link 哥。大家自己看啊，我没法看你。大团有黑圈。我有痛，我有红，我有。怒姐姐能看一下我吗？我在打。刷到你，刷到你。刷到我，行。进了，进了，进了。骑士爸爸们。你们回来，我再给你们开尸血啊！放心去，先注意线，死完这个线嘛，线位置不错，直接失血了。好，大拳大拳大拳，我他妈铁边斩。嘲讽 boss， 注意减伤。啊 ，Snoopy 加上老陈去外圈，然后姐夫加阿里萨诺斯去内圈。要不你先撤，打 boss。准备特殊技能。努比下，努比下去，努比下去。没问题，没特别稳。这回真是很稳。注意脚下。没，躲射线，躲射线，然后下一波 rain， 下一波 rain 啊！听我靠，准备，你们自己去打 DPS。Link 和三光去外圈，这个苏水和小红去内圈，苏水和小红去内圈 ，Link 和三光去外圈。boss 打小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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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小怪。准备特殊技能。啊，就一个圈吗？把小怪处理了。下波 rain 还有17秒，还要再处理一波的。继续处理，马上射线，看射线位置，非常好，跟 boss 走，跟 boss 走，跟 boss 走，那一个程度非常好。马上看 rain 啊，这个小怪不行，还要小怪还要再处理的。下一波 boss 还要姐夫跟 Nomi 去外圈 ，Valen 跟马保国去内圈，姐夫 Valen 外 ，Valen 马姐夫 Nomi 外 ，Valen 马保国内。Nomi 上来 ，Nomi。准备特殊技能，我自己就好，我自己跑开。射线马上 ，OK， 非常好，马上射线。打 boss， 打 boss。这两个小怪打掉了7%，对不对？下个小怪不打了，打 boss 啊。注意脚下。20秒 rain 可能还要再搬，你们正常去搬，我们打 boss。这个 add 不处理了，那个坦克风筝出去。这个 rain 正常去啊，听我靠。啊，不用去了，打吧。我操！来 boss， 我操！牛逼牛逼！